位主角出場，請大家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張學友先生。其實每次翻嚟香港都係比較緊張嘅，咁就唔知係大家對我要求，定係我自己對自己要求特別高啲咁樣，就變咗有少少緊張。不過就今次好啲，因為今次其實已經做咗40幾場啦，有咩問題啊，我都試過啲咁樣，變咗就比較有信心啲嘅。其實昨晚我兩點仲收到，即係同佢通咗電話，通電話仲要再整再執，其實都辛苦曬咁多位，辛苦曬。係啦，力求完美，我哋希望呈現最完美、最學友多想表現嘅一面俾大家睇。本身我好感謝我啲創作團隊啦，我哋啲工作團隊，其實即係我自己就係發夢嘅啫，即係發夢嗰個人。咁但係真係要實現嗰個夢想，其實我自己人係冇乜可能嘅，其實咁都係要靠我哋啲工作夥伴去實現。每個都係非常之專業同埋非常之有解決問題嘅能力啦。因為製造問題嗰人多數都係我嘅啊，咁永遠都會提出啲問題，咁然後跟住佢哋去解決問題咁樣。係咯，咁中意做咁就想做好啲咁。多謝我哋冠名贊助，我哋今次嘅香港嘅演唱會咧，哇！一個好靚嘅呢個友字啦，咁啊當然個友字都代表學友嘅名之外咧，亦都係代表一份嘅深厚嘅友誼嘅。即趁樓價低，買大啲樓房先得。多謝 FWD 富慧保險。好啦，仲要話俾大家最重要嘅資訊啦，就係究竟演唱會係幾時呢？就是將會橫跨呢個平安夜同埋聖誕節喎。好，分別睇啦，就係2023年嘅12月13、14、16、17、19、20、22、23、25、26，一共係10場嘅演出嘅。票價係劃分為1280、980、580。地點咧，當然係紅磡香港體育館啦。好啦，咁啊講翻呢個演唱會啦，由澳門開始去新加坡，去過馬來西亞，去過武漢、廣州。你覺得今次演唱會對你嚟講挑戰最大喺邊個地方？挑戰就係唔知道做唔做到，唔知道做唔做到，所以都係非常之感激我哋啲團隊嘅幫忙。有好多跟咗我好耐噶啦，或者同我一齊工作做咗好耐啦，咁就越嚟越麻煩嘅我人就係嚇，咁就所以我諗佢哋係辛苦咗我嘅。不過就係咯，即係非常之專業。我哋不如請佢再同大家見下面好啊！好啊，學友就話咧，佢當然佢每咗一次演唱會，即係你哋都同佢合作咗好多次啦。咁即係每一次佢都會俾啲更多嘅挑戰你。咁今次佢亦都有好多嘅要求，你有冇覺得學友今次係要求更多，有冇更難咧？次次都挑戰嘅，我自己覺得佢真係整體嘅 picture 係佢係主導同埋係照顧到曬，同埋佢係每一範佢都參與，亦都有好大嘅input。佢要求都好高嘅，係麻煩，麻煩。你坦白啲講，冇所謂。今日盡量做到最好啦，因為佢咁樣，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藝術家嚟。阿 K 哥就係琴晚我兩點鐘同佢通電話嗰個啦。你應該所有問題都係問 K 哥啦。咁嗰晚佢即係嗰晚，嗰晚你點解信我仲要多謝咗？多謝你多謝。今日係嗰晚雲嗰晚最緊張嘅，即係所有嘢即刻要係好緊張嘅。但係佢係好犀利，真係堅持到最後，都唱到最後。大家不要期待有這一幕再出現，我也不希望再有的，雖然無論他說很多關於這一幕，但是這一幕不會再出現。 I must say it's a privilege again and 整個學友團 me 53個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and we hope we'll play better every other show。 我以為上台是要講一些那種比較正式的那種討論。不正式嗎？这很真实啊！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这是第二次加入学友哥的一个的演唱会的新的算新的成员这样。然后虽然他是叫我说成员阿木，你就是视觉总监啊，
但其实真正的词曲总监是学友哥啊，他每次排练完唱了这样哦，因为我们都视讯，然后我就看他演唱会完就满头大汗，然后晚上十一二点，然后在那边讨论哦，这个细节应该怎么样，这个细节应该怎么样，哦，这个歌剧院应该大一点啦，应该下雨啦。所以其实视觉总监应该是张学友先生。咁如果咁样系视觉总监嘅咧，我讲得太简单咯，听不懂对吧？那你没需要知道，就说你好的就是了，真的谢谢，谢谢学友哥，谢谢学友。中间同佢做嘢咧，今次系真系大家都有压力嘅，不过个 show 出咗嚟咧，真系觉得佢谂嘅嘢真系冇错。個舞台點都要點諗咩辦法都要同佢實現嗰個夢想啦。多謝曬，多謝曬。其實次次都緊張，咁你分唔到邊次係最緊張，咁今次都係可能係數一數二。包括佢平時好少理嘅呢個髮型總監，我一樣都做埋，唔俾我去做咧就絕對唔係。佢唔會咁笨嘅，佢一定係逼到你。我要好啲，我要好啲，那個感覺咯。之後我都係想再更加呈現佢自己真真正正嘅想法咯。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咧，要呈現一個咁好嘅演唱會，其實真係好需要一個幕後好龐大嘅團隊先可以，好多嘅精英先可以呈現出嚟。佢哋真係好精英嘅，其實係啊，精英中嘅精英，解決問題嘅之王嚟嘅。多謝曬，辛苦曬 ，thank you。對於香港嘅演唱會有冇啲咩？期望或者觀眾入場會有啲咩嘅想法咧？希望大家可以即係開心咁入嚟睇咯。咁啊，我哋其實每晚都講噶啦，即係我哋台上面同埋我哋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都會盡我哋嘅能力去帶一場好嘅表演俾大家睇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入到嚟有一個比較開心嘅夜晚黑咁樣。我哋會盡力嘅。多謝曬你，多謝曬。今次有平安夜同埋聖誕照喎，會唔會有啲特別嘅？係啊，平安夜咁咯。好，大家企埋少少，大家企埋少少。好，let'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